这个说书人终于露面了啊，来现场了。七七说书人都是前后啊，谁才是真正的德云一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他们都不知道咱们在看他们。哦，我就喜欢去操纵黑幕。最后一期了，然后这节目是给决一个冠军。最后一期，人家节目组就决定让我来补位。什么？嗯？我补位，哎呦喂，多一捧哏的啊！这要来一捧哏的，这可有意思了。这个，咱万一说他第一名了，对，我们前面白干了。我一猜就是吧。这回你知道这节目有多难了吧？他们都这样，我的天，难着呢。一开始啊，他们说让我补位，后来我觉得这确实不合适，因为这不公平。你到底是不是补位的？不是，咱没有话语权。对，就是咱就是听歌，听歌就行了。打架不要打架，那些打起来，打起来，不要打，别打呀！听我说话。哎，好嘞，站起，站起，站起！我凭什么站起来？敢吼我们这流量最大的，你真是没录过这节目，你这节目谁跟老秦说话不得客客气气的？不是，那你来，你上电视台，你上电视台，快，来，快，我是不了解现在形势啊，我不了解形势，没事，都一样。不是哥，他让你坐下了吗？啊，站起，都说翻脸就翻脸，我都把 C 位都让给他了都。估计要到最后要是这样的话，一定是秦霄贤分数会最高，因为他现场观众会左右最后那个投票。哟，您操控不了啊？我一会儿就先封杀他，我让演出部给他打一电话，叫他回家啊。小月，你这叫才叫黑幕呢。对，你这一拱火，我就听你的啊，导演。那现在就进入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了。哟，坏了啊！那就现在每人。挨个出去说一下你心目当中这次节目的排名，这个票数决定性非常大。那你说吧，谁出去？快，我先出去。你先出去，快，现在就去。我这不是出去，把你认为当中的他们当中的座次写出来，然后留在外边。啊，那我就有点造次了吧。他是这样的啊，他们在那头。咱们现在呢也干一会儿，别闲着。嗯，我有几张卡片，咱们抽一下上面的数字，看看一会儿跟他们那个能否对得上。好，您比如说您抽了一个二，嗯，哎，这二呢，他那一会儿显示是烧饼，那您今天就对烧饼下手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先来吧，挨着近啊。盲抽，对，就这个吧。哎，这不在于你忙不忙，你知道吗？他那边跟我没关系、啊，其实随便来一张。哟，第四。是吧？嗯嘞，来儿子。哎呦呵，我了不得了，发了财了。我呀，哎，我得来一个，我来这个吧。哎，那么出来，哟，第二个行。嘿，我来是最后一个吧。您可太黑幕了，您这个。本节目最终解释权归郭德纲所有。这黑幕绝对栾云平第一名，然后，饼哥作为那个儿徒第二名。然后，秦霄贤，流量第三名，我，作品还行，第四名，张鹤伦作品也不错，第五名，然后这第七，上一期第八吧，行。栾哥一直受到师傅的恩宠和保护，啊，所以说呢，栾哥得拿个第一，我就可以进去了哈，下一个吧。怎么样？没怎么样，就是按我心里边那个谁第一、谁第二、谁第三行的呀。我想问问您，您心里边怎么排的呀？不是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太复杂。我觉得第一来啊，咱们这行业第一先拼创作，创作很重要。那你觉得谁创作好啊？对呀、啊。而但我觉得这节目老秦是一个特别好证明自个儿的一个过程，特别好。养成戏嘛，是有作品的。我觉得演员有作品太重要了。哥，你坐回来吧。啊，你坐，我是夸你，你得往那儿去。没什么，一样都养。哟，这干嘛？要想把那倒出来，拆迁呢？他想看看怎么解啊？他给我写一第六啊！我也给你写一第六，完了吧？剩下就随便排了，对不对？
五，第六名棒棒糖啊。何伦第五，他可挺谦虚，自己第八。这个栾哥呀，你们都那么排了，我就别给你们放横了，就对吧？这肯定第一。然后饼哥也是云字科的，对吧？我们爷俩很有可能还就是栾平和邵饼。对，一般那头来说，肯定都优先给那俩人。饼仔，咱期待一下饼仔。饼饼啊，给谁第一看看？栾平第八。饼不按那来。行，栾平第八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行。反正我不管观众乐不乐意，我挺开心。怎么乐成那样了？对，至于不至于？猜猜老秦的啊。网红啊。你看往里看。这跟周九强一个地儿叫的，这你们这他都有白头发了，可不，这孩子七十多了。栾云平第八，我看见了，给他启发了，他敢写栾云平第八，他就有包袱了。我觉得这样是对的。栾云平第一，就都是第一，所以顺之位呢，我就是第八了。啊，他全并列啊，全第一啊。嗯，自己第八。完了，栾哥，挺有意思这个排名。你看，你这有没有可能给秦向前第八？哦、有，他干得出来。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他们也做手脚了，是吗？那咱们就把栾云平推上风口浪尖了啊！第一名肯定写栾云平了，第八名肯定是烧饼。孟和呢？怎么少一个呀？你跟他塞进一张去，我跟他去看去。我新鲜啊！我怀疑你把人家都看了一遍。不一张。哎，不，你要这破坏规则不行。啊，他还真给看了。哎，那他作弊了。而且我先是这样的，一到这栾平名被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周华健？去！这怎么全出来了？哎呀，你看这怎么回事？箱子坏了呀！